好久没直播了，今天就来到常州，线上有人了，讨厌。我帮大家完整记录，丁丁。嗨，哇塞！我们现在在常州，九州新世界。王老板，嗨，恭喜哦！谢谢，恭喜恭喜，恭喜恭喜！100家，对，100家，速度简单，比上门还快啊！这个速度快哦！哎、欸，这边有风，就像一个球风一样，对，很快很准。可以哦，不错，我们一起来常州，聚宝哥 ，Jason 哥 ，Jason， 好，看一下范姐，丁丁。你有来过常州吗？有啊，来过，非常棒。然后春阳的开幕，其实很开心可以再来。100家耶！你好。你的朋友热情哦。然后刚刚还有收到那个书。好像要走一段路了，对，走大概200-300公尺，要这么多吧？对，我现在在直播了，现在直播就到会场，会场的朋友你们都在了吧？必须的，慢点。哎、欸，我要拍了。嗨。嗨。对，这个商场挺大的。老魏。好了，沈浩，沈浩，后面稍微控一控人，电梯人太多的话，稍微停点。来，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要到会场，还要多久？还要一阵子。难得来常州，当心啊！你们当心安全。必须是聚聚。好，我跟你换个位置。你上来。然后黑人站到后面，送个保障吧。哈哈，他直播。啊。就铁粉。对。因为你们很棒，所以我们很喜欢你。近距离接触。哎呦哎，这商场算是蛮支持的，那还在家录的嘞，那是在家录的吗？哎呦，那。好多人哦，
没地方。另外那个舞台是北岸，对，人家都不会用，都不会，都在这里。对，卡了吗？现在？可以。现在收讯怎么样？还有这个，有一种。嗨，常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庞志忠，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见面。Jason 准备上台了，你们今天开心吗？很好的消息在这边要告诉大家，来自台湾的春阳茶室，今天呢要开了第100家，然后在第一百家的这个特别日子。我们选择在常州跟大家，因为第一百家难得嘛，来点掌声鼓励一下。你这个已经才多久？不到一年，从二月应该二个月了，从二月到现在，过七个月的时间。听 Jason 讲，好的茶，七个月的时间吗？带出来给大家，我让他拔一下前面。爆量的款，像是黑糖珍珠鲜奶，像是柠檬蜜物，上面也有。大家有尝试过了吗？这个商场，如果有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配合度，今天呢还会有机会让现场的朋友可以喝喝看春阳茶室的茶，好不好？当然，这么好的茶能够带过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幕后的推手也是很重要。今天现场来到了一位，赶完会喝能打，速度呢在球场上跟开店的速度一样快，也就是春阳茶室有限公司的会喝能打执行长、董事长，我们热烈的尖叫声跟掌声来欢迎我的好兄弟阿信王信凯董事长。当哎呀，哎，王董，来来来，信董，王董，是不是跟常州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哎，常州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信凯。那哎呦，今天很高兴，因为这个速度真的超乎我的想象了。那今天也邀请到阿信哥以及各位嘉宾。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可以里面，不止在常州，会到各个城市去，那把好茶带给大家是我们的使命。那希望今天大家玩得愉快，谢谢。耶，那王董。是不是聊一下，除了在常州之外呢，还有在哪些别的城市，甚至已经扩展到海外一些地方，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吗？对，除了在台湾以外，那我们目前在接下来的不要准备上场，温哥华、多伦多、纽约，那马来西亚在前两天开幕了，包含在除了海外以外，很会冲浪，整个中国地区大概有40几个城市，都会接下来都会热闹的。这个很有。对，太棒的消息了！谢谢王董把这么好的茶带给大家，让大家在喝茶当中还可以像你一样这么好。再次热情的掌声给我们的王董，好不好？谢谢，谢谢。请先回座休息一下。那我相信今天来的粉丝朋友们呢，除了想要喝茶之外，一定是想要看另外一位嘉宾。然后他自己除了声音美，然后长得有气质之外，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天使。你们准备好我介绍他出场了吗？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手举起来，好不好？从左边到右边，我们一起来欢迎，就像春天的太阳一样，他是我心中的天使。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尖叫声，我们给范范范玮清。耶！Hello， 常州的朋友，你们好吗？可以，好不好？这个视角可以吗？嗨，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超级开心，在常州跟大家见面。是，然后呢，这一次当然是要把自己对春阳这面茶你的心情跟感想，然后怎么样认识的，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一下分享。好啦，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有机会在常州，然后是因为这个春阳茶室的关系，然后这个我觉得茶。我们的茶室是这个事物的事哦。哦，对，不是那个室内教室的事，对，就是事物的事。到前面去。举凡跟茶类有关的所有的事物，然后希望可以在那个品质上面是最好的品质。然后品茶上面，你需要学问，然后三生两天给大家就是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的感觉。没错，这个感觉注视的蛮好，春天的阳光。是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我们的春阳茶室，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近距离见到你们，还有模范生们，好久不见啦！哇，谢谢，现场也来很多粉丝，是的，对啊。那个，因为像春阳这款茶，现在很多粉丝朋友对他们也是
没有真正喝过，你会推荐什么样子的正阳茶式饮料给大家喝？在台北的话，我都很喜欢喝那个黑糖珍珠鲜奶茶。但是我会叫半糖的。对，然后因为它的黑糖非常浓郁，然后这珍珠就是煮得非常的好，很 Q 嫩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有自己喜欢的品种不一样的品相。对。那因为好喝的茶呢，今天请到范范来做我们这一次第一百家店成立的一个嘉宾。那当然今天也会现身，就是示范，然后做做看我们的茶，然后请大家喝，好不好？好啊，好啊。OK， 那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想不想喝范范做的茶呢？你们敢喝吗？胆子都很大。好，那我们请工作同仁们准备一下道具，好不好？因为呢，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真阳的茶除了黑糖珍珠鲜奶好喝，还有另外一款水果的，对不对？它这个有柠檬加在里面，柠檬蜜乌龙，哇，很好，那个也是我的最爱。那我也很喜欢芝麻奇朵，这个也是很好喝的。对，芝麻奇朵就是它在杯子上面有放 cheese， 你一开始喝吸管。就是拿到比较前面，你可以吸到 cheese 的味道，然后再喝茶的味道之后再拌一拌。另外还有一个叫满城红柚绿，满城红柚绿，那就是比较多水果在里面的，就是有有橙子，有柚子的味道。哎，工作同仁好了吗？来了，姐，我们这第一把家春阳。真的很不简单呢，而且我觉得杯子做的是不是感觉蛮有质感的，它的造型。哎，我们连这个吸管都跟台北不一样了。对。哇，好，这么多杯，像这个呢就是黑糖珍珠鲜奶。这是黑糖珍珠鲜奶。对。不要紧张，你好。你好。那搬这么多杯来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我们试试看看，觉得哪一款最好喝？因为范范已经喝过了这一款了，对不对？黑糖珍珠鲜奶好喝。在这边，我再告诉大家，喝这个也要有诀窍。吸管一开始插到最下面，先尝黑糖珍珠的味道。然后呢，第二口的时候是拉起来就可以喝到纯鲜奶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就拿那个搅拌之后，你就可以喝到它最后的味道。哎呦，很有专业，对呀、不然我最近这几公斤你觉得是从哪里来的？好的，那个尝试一下，你想要尝试吗？还是我一个人试，对不对？对，你也要试一下，我也可以试一下，都试一下。然后试这个，等一下多出来的我们就送给现场的朋友，好不好？其实这个我已经试够多了，够多了，刚刚才喝了一大杯了。对，柠檬蜜乌龙。那我来喝这个。满城红柚绿。满城红柚绿，刚刚最后这个。现场喝喝看，告诉大家口感如何。好喝哦。感觉还好吗？有橙子，有很香的茶味，还有柚子。哦，橙跟柚子，很香的茶味。香，再喝一口。对，还不错。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范范喝了以后就大家可以放心，这个都卫生的。然后你们都试过毒了。对，那还有柠檬蜜乌龙，尝尝看。也是我喝吗？好。对。不错。超香的。也是香的味道。乌龙的味道很香，然后，这个是最爱，我都没喝过。第一次喝吗？柠檬蜜乌龙。柠檬味道也很香。它特别的地方跟一般的柠檬茶不一样，因为它搭配的是乌龙茶。对。柠檬跟乌龙茶搭配，喝出来的感觉一定会不一样。好的，接下来这两杯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剩下的呢，我们就要送给现场的朋友。你们想不想要喝？好，有没有人想要喝黑糖珍珠鲜奶？我们第一个要送出去给谁呢？你觉得？都好。
小朋友也可以尝试，我的女儿儿子他们都很爱喝，但是我一次只会给他们喝半杯，但是当我要分半杯的时候他们已经喝完了，都太爱喝了。不然我出一个问题好了，好不好？这一杯饮料叫什么名字？全名？举手再回答，一二三。好了，不然他已经讲了。谢谢。好，可以上来。先喝一口看看。不好意思，小姐，你的奶滴出，那个鲜奶滴出来在衣服上面，请帮他准备一下纸巾好吗？好好。对。好的吗？好的。珍珠很好 Q， 珍珠很 Q 弹，然后茶很香，奶很香。哎呦，好的。可以来一个合照，恭喜你这位，谢谢。谢谢你。好可爱。好啊，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你只要讲对名字的话，就把这一杯送给你。我数到三举手，但是不要直接讲名字，我们会点到你，你再讲才有，好不好？一二三。哦，可以看见吗？有点偏大，确定？你确定了吗？这一杯叫什么砖？是哦。没问没问，恭喜你答对了，我先拿给你，这个商场好不好？请工作人员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好，帮我拿给你一个。常州人应该都知道，九州新世界。好了。对，恭喜你，算蛮不然这一题你来刚好也中秋节了，中秋节假日，这个好好喝，好喝喽，好，准备好喽，哪边的朋友想要？这个美女，对，我们现场就也跟大家一起过中秋节。你拿的跟这一杯是一模一样的，那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我刚好在直播，谢谢。你们喝了吗？没有，等一下赶快去喝一杯。要，你给他们做一杯。好，等一下范范姐帮你们做好了。看一下就好，看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有现场，这边，难得。看着，哎，你手，那不然范范姐想一个问题。浩东，哦，不错。在这里，我到这边。他们愿意吗？就来，你按了吗？按了，好拍。哦，挡到他们了。太高了，看见吗？他就改了。你们自己回家截图好了，截图就可以看到。截个图。你知道哪一个省市吗？省市。对。哦，看一下我老婆还在上面，怎么这样？恭喜，谢谢。看一下现场气氛。对，我发现常州很多漂亮的女生耶。我也这样子觉得。对，一戴墨镜这样都可以搜寻得出来吗？就是因为要戴着墨镜，才没有办法让人家发现我正在搜寻。哦，太搞笑了。Smart。接下来我们要送出哪一杯啊？再一杯，对不对？对。好，还要问一个问题，对不对？还要问一个问题，不然我来出题。这个怎么样？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哎呦，你们喜欢的范范，他的老公一堆人名字，哎呦，一堆人在问怎么加盟，这算是送礼啊？来问啊，我觉得小美好可爱哦。可以问杰夫，杰夫哎，一堆人问怎么加盟，怎么加盟啊？有没有什么官网？对，直接去微博，微博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只要打，然后也可以找我们黑人哥的 IG 都有。陈建州好，好，官网，哎，你会让大家知道，我会让大家知道，好，外头来找我。黑色的，那就是对，各地区开放，对，全国、全球开放，华人地区现在很。马来西亚也有了，马来西亚现在两个城市，古晋也有，对，古晋也有，而且陆续有，要快，有些是全区就把它吃下来，那个也有单点，是吧？马来西亚、纽约。对，纽约、美西也有，多伦多、温哥华，还有嘿，香港、澳门，哦，各个城市开放，所以加盟细节就你帮大家回答在那个官网，对，直接到公众号或官网上面联系，留下你的联络方式都 OK。如果是加盟。也有机会了，去城市走走看看，逛逛，对吧？对，用这个最好的，用一杯饮料走全世界。
纯阳茶室，纯阳的。要看看盼盼是？Sorry。OK， 看盼盼，请朋友们坐好，做准备就可以。工作同仁引导他们上台了，好吗？嗨，在哪里？对，而且呢，他们上台的同时，我们也准备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杯饮料。盼盼的，你真的这三款都好好喝，真的好喝。而且真的是黑糖珍珠嘛，哦，偷偷告诉你们哦，刚刚王董有没有？对，等一下活动结束可以找他合照，合照之后拿着照片到春阳茶室的门口，可以换一杯免费饮料。哇，他们在那个上面，可能换不到，与民同欢，可以跟他合照，对对对。真的是，他很大方也很好，是的。好，那我们请五位粉丝朋友请上来。嗨，恭喜恭喜！好，我一人拿一杯。哇，一人拿一杯。嗨，都是支持的。谢谢，我们要两杯了。这里，谢谢，谢谢。尤其在我身边这一位，我刚昨天在机场就碰到了。他真的很用心，很耐心，会做了一个36，有很多哎，小贩真的是有很多城市的人在问呢，真的吗？南宁，赶快赶快，中国大陆地区微博公众号都等着你们，拜托，快点。好哦好，那就到时候南宁会回复。对对对对，好，那就拿一半的呗。不行，太阳怎么样都帅，怎么样都帅，怎么样？太阳晒的我眼睛睁不开，会更帅啊！怎么样都帅。喜欢看看，我帮你拿到这个。好，喜欢看看，还有饮料可以喝。我是那个你的拍一张吗 ？OK，Hello。OK， 5、4、3、2，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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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粉丝朋友。哎呦，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慢慢对粉丝朋友就像对家人一样，然后对我们在后面很认真的听加上回答。那如果你有兴趣近距离再来跟慢慢聊两句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第二个现场，也就是我们的店家门口。除了他之外呢，他的老公黑人也来到了现场，你们是不是喜欢他？喜欢。等一下让他出现吗？好，那等一下就跟着我们的脚步到第二个现场去，好不好？谢谢爸爸，有你在，我们真的太开心了。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待会见。是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马上呢就要带大家去尝试春阳茶室的饮料。除了我们有好喝的果蜜乌龙、黑糖珍珠鲜奶，然后各方面。只要到我们的茶店门口，我们就可以请大家喝饮料、拍拍照，好不好？请大家慢慢的往那方向进行，谢谢。我们要到店里了，我们在那个城前面拍照。对啊，我们要在这边做什么？就叫对啊，就是现场。那边有一个村子。哎，小心小心。哦，要，陈先生可以合个影吗？啊，那就先拜吧。现场气氛热烈，完全全记录。来，先不要拍。好，包包带着。现场就是那个，应该是春阳茶室的店铺在一楼，应该在一楼对不对？我们到现场去了。Are you ready？ 可以了吗？等一下。就说，再去现场一下。好了，再去现场，因为本来想说要做饮料，但是。搭床，对，所以要大家上网查就知道怎么冲了。哦，热狗，狗哥的。这是我们团队的。
校女孩，我热血团队。不要往那边走了。对，不要往那边走。不要往。好，别往那边走了。来，你走，你走吧。好。现场就差不多结束，然后到第二现场，那就是店内。店内的话，走100公尺可以吗？远的，远的，比较远，但值得。其实爱只是知识何必的良辰吉时散播快乐散播爱爱要及时汗愁会失败有时候难以制止但孩子得说出来爱有很多种做很多梦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痛但是我爱人类人人爱我哦我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爱你的人让着我这一杯一杯是爱的秘籍参考你的美丽给你每一般的自信每个人的每个男生给你留的传奇走喽！好，带路。他们在后面没有跟他吗来手拉手拉的来不行了他们在后面就是 Jeff 跟那个阿奇谢谢大家的支持看一下这边哦，这个商城算挺支持的，谢谢大家。右转，